早前在社交平台忽然报喜，宣布做了妈妈的谢婷婷一直都留在加拿大专心照顾女儿。相隔近一个月之后，新手妈妈婷婷又再 update 女儿的近况，在社交平台铺了张四个月大女儿穿着鞋子的相，虽然都是没有被 B 女的样子曝光，但是见到相入面一对咁肥美的大髀仔，估计婷婷的女儿一定是个 Q 爆的米芝莲 BB 啦。婆婆迪波拉之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已经见过孙女，还很开心地说孙女生得跟自己还有婷婷都好像样，相信 BB 应该都是好像妈咪一样那么漂亮。